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橙子乐园。今天我们又给大家带来奥特曼的扭蛋玩具。罗素奥特曼和布鲁奥特曼会给我们带来什么惊喜玩具呢？让我们一起打开来看一下。原来是罗布水晶的扭蛋玩具，这里面有各种奥特曼的罗布水晶，它们可以发出奥特曼的召唤音效，然后还有怪兽的罗布水晶，可以听到它们的怪兽音呢。来看一下这个粉红色的扭蛋，抽到的是谁呢？是橙色的。哇，好幸运啊，是捷达奥特曼的尊皇形态。接下来这个浅蓝色的扭蛋会是谁呢？是浅蓝色的。哇哦，是怪兽泰兰特。接下来这个黄色的扭蛋会抽到哪一个呢？也是橙色的，是盖亚奥特曼，它的属性是大地的地。再来看一下下一个扭蛋，哎，是一个红色的。哇哦，好酷啊，是欧布奥特曼的暗耀形态。接下来让我们来看一下下一个，哎，这个橙色的带点闪闪发光的感觉。哇哦，太幸运了，是非常稀有的捷达奥特曼尊皇形态，它的边框是紫色的。那这是普通的，那加上黄金的欧布奥特曼，我们就有两个特殊的水晶了。接下来这个红色的扭蛋会抽到谁呢？是个蓝色的。哇哦，是怪兽水晶巴塔星人。来看一下这个红色的扭蛋又会是谁呢？是浅蓝色的。原来是银河巨龙，它的属性是暴走的暴。今天好幸运啊，我们抽到了这么多的罗布水晶。那你们最喜欢这里面的哪一个呢？接下来让我们来听一下奥特曼和怪兽的登场音效吧。那用奥特之王的胶囊召唤尊皇形态会是怎样的呢？装载胶囊，再用欧布卡片试一下召唤暗耀形态。巴塔星人的叫声很特别呢。好啦，今天的玩具视频就到这里，
喜欢我们记得订阅并点赞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